家好，今日想推介一个位于加多利大厦的凤凰楼层 B 单位，实用面积有1672尺。咁呢边嘅景观咧，正望向东北嘅，近望到加多利山啦，远至到去狮子山。山景都望到嘅，咁我哋见到饭厅嘅嗰一面咧，仲有个对流窗喺度添，加上呢度楼底极高，所以空间感十足。咁左手边有两间睡房，中间就有个客厕喺度嘅，而另外嗰一面咧就系一间大睡房啦，同埋另外一间住人套房嘅。入到嚟主人套房，咁右手边业主就已经做咗个到顶衣柜喺度啦。咁呢边做三边落床系冇难度啦。望翻出去嘅景观咧，就同露台一致嘅。咁呢个单位咧就属于四房一套嘅间隔加工人房。除了它是凤凰楼层之外，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很近 Mocco 和旺角东站。如果你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，就快点联络我，要看楼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